如果哈登是4000万，就咬住这口始终不松，那就完了。那哈登只能到烂队混一混了。现在他这个具体行情就类似于什么呢？比保罗领的可能说还得低一点，因为没有办法，保罗他是有实际的这个案例的，包括他带着这个雷霆以及在太阳队支撑这支球队干进总决赛了，保罗有实质案例，他有瑕疵，但是功远远大于过。保罗如果说最近3年你给他总体打个分的话，我感觉起码是85分，扣那15分呢，就是因为他关键时刻老掉链子，扣那15分。而哈登呢，他之前在篮网行，但问题是后来遭遇伤病了。遭遇伤病之后，那你就得以遭遇伤病之后你状态一直以来延续的表现作为新的分界线了。这会儿给个评分啊，也就是65到70了。65到70也就意味着你不可能领比克里斯保罗更大的合同。保罗是1年3000万，哈登你说你给多钱呢？2500万，我感觉就是比较合理。哈登2500万呢？点赞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